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赴战场，何无太虚子印来守护幽瑶大人吧。这是第三次与阁下交锋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上校，就保持这个气势。上将，我的智略竟然输了。我斩杀了敌将领。上将，就是这股气势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负责防守。猛虎，天生子昂。我最擅长弓箭。
正一战的结果，就先撤退了。但是下次可不会再这样了。猛虎天生强，我斩杀了敌将领，就此吧。上将，就是这股气势。厉害，是吴输了。这就是小霸王孙策的军队吗？规模庞大。孙策居然如此狂妄，这气势早晚会为你招致灾难。好，如此一来就控制了江东一带，大家为胜利而欢呼吧，我们胜利了。父亲，你都看到了吗？孙武屹立于江东，如此一来，孙策大人也会名扬天下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主公的梦想由孙策大人实现了。别哭了，韩当，当心小辈们嘲笑你。谁也不会嘲笑的，程普，毕竟是大家齐心协力争取来的战果啊。大家梦想成真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这可是我们大家的梦想。各位干得漂亮。孙策，我把太史慈带来了。我已无怨无悔，也无意作为败将受辱。好了，孙策大人，请看一下吾的首级。太史慈，丢了性命可不是什么有意思的事情。不过，既然你如此轻视自己的性命，把你的性命交给我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我想让孙武变得更加强大，要使这里更大更强，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否则我们根本没必要占领此地。为了实现这个心愿，我需要你的力量。孙策大人，你愿意让吾一同分享这个梦想吗？那是当然了。太史慈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与我们携手同行了。策兄还是那么随性。是啊，但孙策的气势和热情都令人心折，甚至足以点亮昔日敌人的心灵。今后一定会有更多如太史慈一样的人出现。公主，孙策一定能向着天下展翅高飞，他和孙吴才刚刚迈开脚步。此地的攻防会左右战局，就由我们。